现在船务就像是印钞机，造船毛利率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付款条件不错的订单都排到了两三年后。有些客户为了提前排期，溢价下单。一名江苏某船厂经营负责人八月底告诉记者，距离中国数千公里之外，那片嘎在亚非大陆板块之间的狭长的印度洋内海——红海，成了全球造船和航运业的聚焦之地。诞生于巴以冲突的红海危机持续延烧，给世界政治经济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船舶资产却因此备受追捧，船价水涨船高，全球船东正在争先恐后的造船买船。 当前全球造船业一物难求，其中部分是中国航运企业贡献的需求。二零二四年八月十六日，招商轮船六零幺八七二上海在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大连造船下单建造十艘节能环保型游轮，包括五艘三十点六万载重吨超大型游轮 VLCC，五艘十一点五万载重吨阿芙拉型游轮，总造价达六十六点三八亿元，计划下水交付时间为二零二七年至二零二八年。除了游船订单，其还在六月至八月间合计订造十二艘二十一万载重吨海甲型散货船，总造价已达六十六亿元。 这是招商轮船继2015年之后重启大型干散货船定造。招商轮船的行动是中国航运央企庞大造船计划的一部分。招商轮船是招商局集团下属核心航运业务,业务平台，旗下船队包括游轮、液化天然气 （LNG） 船、干散货船、集装箱船以及汽车运输船等。 据记者了解，中远海运集团和招商局集团都在推进一项“百船计划”，各自新增约一百艘大型散货船、游轮、LNG 运输船等船舶运力。中远在八月底宣布耗资近三百亿元建造五十四艘集装箱和散货船舶，九月初又宣布将以三十六点二五亿元新造两艘 LNG 运输船。此外，另一央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旗下航运公司也计划大幅扩张运力，主要是散货船。地方航运国企山东海运等近期也活跃于新造船市场，大规模打造 LNG 运输船、超大型游轮等能源运输船舶。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企业在抢船，近几个月，日本、韩国、中东和欧洲的船东都在纷纷下单。建亚船舶经纪公司董事黄健告诉记者，除了希腊、挪威等欧洲传统航运大国，亚洲的日韩、越南、印尼等国船东也开始大举定造新船，以扩大或更新其船队。如越南的亚洲太平洋航运公司，从2023年底以来，陆续定造了超过二十艘大中型游轮。而近年经济贸易快速发展的印度，正在二手船市场购买大型集装箱船。 六月，韩国航运公司 Cedo Ship p i n g 在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山海关船厂定造十艘十一点五万吨阿芙拉型成品油轮，同时还在韩国船厂定造四艘同型成品油轮和四艘苏伊士型油轮。据国际海事机构克拉克森数据，四个月来，Cedo Ship p i n g 大手笔定造三十四艘船舶，涉及油轮、化学品船及汽车运输船，锁定的船务分布于中国、韩国及越南。 二零二四年四月底，同样在推行“百船计划”的卡塔尔能源集团在中国船厂下单建造十八艘二十七点一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额超过五十五亿美元，约合人民币四百亿元，创下全球单笔造船订单金额记录。九月九日，卡塔尔能源集团在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造船又增订六艘同型船舶，新船计划在二零三零年至二零三一年交付，业界预计合约总金额超过十八亿美元。 尽管新增运力无需都是新造船，但建亚船舶经纪公司项目总监廖洪龙对记者称，当前二手船市场亦十分火爆，五年以下船龄的二手船价格已高于新造船。国内有国有企业几个月前计划购买四艘二十一万载重吨海甲型船，最终被希腊买家以二点六二亿美元总价抢购。中国的央国企有时难与外国船东比拼成本。受各类地缘政治事件影响，海上货运价格大幅抬升，承担国货国运任务的中国央国企责任加重。 一名接近交通运输部人士告诉记者，作为全球贸易大国，目前中资船队仅承担进出口海运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余下均由国际航运公司承运。国际海运市场存在四百三十三机制，四零百分号位进口国运输权，百分之三十出口国运输权，百分之三十其他人运输权，但中国从未达到自己相应的份额。在各国船东的轮番推动下，造船市场急剧扩张。 克拉克森数据显示，二零二四年一至八月，全球累计新船订单成交量达到四千二百零七万修正总吨，同比大增约百分之三十，比疫情前的二零一九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七。而以成交额计算，前八个月已达一千三百五十四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十五。其中，中国前八个月承接新船订单占全球份额的近七成。一些大型船厂的船坞排期已到二零二八至二零二九年，造船产能极度紧张。 新船造价因此连连蹿升。八月底，克拉克森新造船价格指数升至一百八十九点二点，较二零一九年同期上涨近百分之五十，逼近两千零八年的历史峰值。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七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二零二四年和二零二五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分别为百分之三点二、百分之三点三。IMF 称，未来五年的经济前景仍然疲弱，这主要是因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势头减弱。预计到二零二九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至百分之三点三，远低于目前水平。 经济因素并非全球海运贸易需求增长的驱动因素，那是什么在推动这一轮造船业行情？航运咨询机构 Vessnautico 大中华区总经理王翔对记者分析，主要是地缘政治、战争、疫情后修复等因素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易造成船舶运力供给效率大降，同时还有船舶更新替代等中期因素。日益严格的环保公约推动着老龄船舶加速更新替代。王翔认为，在此前2003年至2008年的新造船超级行情中，驱动力来源于需求侧，由经济贸易增长推动，当时增长泡沫破裂导致热望的市场戛然而止。 此次则包含供给侧的更新替代因素，可能持续时间会更长，出现断崖式暴跌的可性能也更小。另一面，全球造船产能从二零一零年开始出清，至二零二零年产能已较之前峰值减少超过三分之一，大量知名船厂破产倒闭。由于船厂和各国政府对之前长达十余年的惨烈淘汰周期心有余悸，新一轮订单潮来临时，全球造船产能重启步伐审慎。中国从二零二二年开始重启了一些僵尸船厂产能，但数量有限。二零二四年年中，多家头部民营船厂开始扩建产能。 据记者了解，曾为中国最大民营船厂的荣盛重工船务，在闲置了近十年后，可能在二零二四年改造启用。黄健认为，以新造船市场的惯性，订单潮可能持续到二零二六年。同时，由于彼时各型船舶陆续下水交付，会否对特定市场带来冲击有待观察。当然，地缘政治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等复杂因素，也将对届时的船市造成深远影响。挪威船级社 DNV 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经理克莱诺 o 克对记者表示，近几年船东确实在景气市场中获利，因而有投资需求。 基于绿色转型目标，至少未来两到三年，造船市场仍将保持增长趋势。上述江苏船厂人士则称，各国抢船景象可能还会维持一两年，直到市场预期彻底扭转，重启产能扩张。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五日，化工巨头恒力集团旗下造船板块恒力重工的二期项目在大连长兴岛开工，该项目总投资逾一百一十亿元，重点聚焦 VLCC 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超大型集装箱船、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轮等高附加值绿色船舶和高端海工装备制造业务。 项目达产后，将可形成年产量七百一十万载重吨的船舶建造能力。二零二二年七月，为整治破产多年的原 STX 大连庞大产能，恒力集团设立恒力重工，并于当月以十七点二九亿元竞拍了 STX 大连十三家公司资产。STX 大连原为韩国 STX 集团在华投资的独资造船厂，建有一个巨型船坞和四个大型船台。二零二三年一月，恒力重工以内部干散货船订单作为启动项目，重启闲置多年的原 STX 生产设施，随后赶上市场高景气，不断接获国内外新船订单。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项羽海装也以四点四亿元竞得被破产拍卖的江苏红强船舶重工核心资产，包括四宗工业用地、一座码头、三座船台和六百八十二点三米的长江岸线使用权等。业内人士认为，获得红强资产后，项羽海装的产能将扩大百分之五十以上。项羽海装成立于二零一六年，位于江苏南通，是厦门地方国企项羽集团成员。其通过司法竞拍获得原名德重工造船资产，并在近年迅速发展。 二零二四年以来，新时代造船、扬子江船业、江苏新韩通船舶重工等民营造船企业均开始新建船坞，扩大造船产能。其中，扬子江船业计划新建的船坞为三十万吨级；新时代造船扩产总投入则将达五十亿元。这些迹象证实，自二零零九年二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暂停船舶企业新上船坞、船台扩建项目审批后，中国时隔十五年再次允许新建造船产能。 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的景气期，中国曾大规模建设造船产能，但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航运业和造船业陷入长达十余年的低谷期，大量船厂倒闭。浙商证券称，与二零零八年峰值相比，全球活跃船厂数目显著下降。截至二零二四年初，全球活跃船厂三百六十八个，比二零零八年峰值仍下降百分之六十四。中国活跃船厂相比峰值则下降百分之六十六，行业产能大幅出清。韩国、日本也分别比峰值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五和百分之三十四。政策曾对新建造船产能放开的尺度如何？ 王翔对此分析称，现在船厂主要通过购并一些小船厂，并在已有土地资源基础上新建船坞。政府对扩张产能依然谨慎。中国注重新制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粗放式提量。他认为，现在中国的造船基本盘跟上一轮景气期不同，当时中国需要在梁上追赶日韩，市场占有率从百分之二十往上逐步提升。而目前中国更需要提质，承接高附加值订单，比如 LNG 运输船仍由韩国占据百分之七十份额，中国只有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中国可以重启的僵尸产能及新造船坞有限，政府很难为新造船务迁批土地了。 他强调，近期市场风传荣盛重工将重新启动，并获得了地中海航运十艘大型集装箱船订单。位于江苏省南通如皋的荣盛重工原是中国第一大民营造船企业，因背负数百亿元债务，于二零一五年陷入困境。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志荣长期居住海外，多年来，荣盛重工是如皋市政府的大负担。政府希望让这些设施重新运转，但据建亚船舶经济了解，张志荣有重启荣盛的想法，想趁这波造船热把僵氏产能轰起来，但破产多年，重启并非易事，目前还处于初步的讲故事阶段。 这一船舶经济机构认为，王翔指出，僵尸产能重启的可持续性存疑。僵尸产能重启或新建船坞，预计不会超过国内现有产能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还要考虑市场未来的消化能力。造船属于传统制造业，算不上新制生产力领域，但中国船舶集团等国有船厂亦在通过技术应用改进工作流程，提升生产效率，以缩短船舶建造周期并释放产能。在市场高景气下，中船旗下各上市平台盈利大增。 二零二四年上半年，该集团下属中国船舶南船六零零幺五零上海实现扣非净利润为十一点九八亿元，实现扭亏。该集团下属中国重工北船六零幺九八九上海扣非净利润为四点四四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百五十九点七。原南北两船在二零二一年正式合并为中国船舶集团，但至今未能解决造船核心业务的同业竞争问题。二零二四年九月二日晚，两大上市平台同时公告，中国船舶拟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中国重工。 一名接近中国船舶集团人士对记者称，合并重组快于预期，旨在减少两大船厂的订单竞争，有利于争取价格。同时，各船厂将更集中于优势船型，并形成规模效应，从而促进上市平台盈利能力的提升。深度整合后，南北方船厂间可形成更多协同，如中国船舶旗下外高桥造船和中国重工旗下北船重工，可以在集装箱船领域形成更多合作。大宗需求分化，航运和造船业景气的背后是全球对能源等大宗商品需求的持续增长。 六月发布的《二零二四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二零二三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耗连续第二年创出新高，达到六百二十艾焦耳一 j 一艾焦耳等于一千万亿焦耳。俄乌冲突、红海危机重构着全球贸易链，供应链安全与能源安全重新被各国重视。新能源转型节奏放缓，传统化石能源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二零二三年，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略下降零点四个百分点，但仍高达百分之八十一点五。 其中，煤炭占全球能源消耗量的百分之三十二，天然气占百分之二十六，石油占百分之二十三，各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均在二零二三年创出历史新高。过去几年，化石能源的需求增长引擎来自制造大国中国以及部分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制造业国家，欧美发达经济体则延续过去十几年的下降态势。中国是化石燃料需求与进口量的绝对主力，也是全球外贸海运量的主力。二零二三年占到全球海运量三成以上，并贡献了其中百分之三十四的增量。 中国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叠加油气价格回落，二零二三年中国进口原油、天然气分别达五点六四亿吨、一点二亿吨，分别大幅增长百分之十一、百分之九点九，进口量均居全球第一。印度则是增量市场中的主角。国际能源署 i a 在二零二四年二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印度已是世界第二大原油净进,进口国，从现在至二零三零年将替代中国成为全球原油需求增长的最大推手。此外，印度成为俄罗斯原油的最大采购国，其二零二三年进口的二点三亿吨原油中，俄油占比最大，超过百分之三十五。 在煤炭领域，印度也在趁低价大量采购俄煤，而印度和俄罗斯间的大宗运输全部依靠海运完成。杰成能源首席研究员严建涛介绍，如今地缘政治逆全球化，国际油气公司主动退出部分区域市场，聚焦战略资产，原油生产回归西半球，增量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圭亚那、巴西等国。二零二三年，美国原油、天然气产量均居于全球第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佩克加欧佩克加）联盟成员国超预期减产，其中的俄罗斯原油产量下降约百分之零点八，天然气产量下降约百分之五点五。 受上述油气海运贸易路线转变，二零二三年原油成品油吨海里贸易量分别上升百分之七、百分之十。严建涛称，过去两三年，油轮因为地缘政治绕行非洲，增加了运距，同时很多老旧油轮被用作影子船队，以运载被制裁的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原油。加上老旧油轮的常规退役以及石油需求的恢复，均增加了对油轮的需求。贸易格局变化更大的是 LNG。中信期货天然气分析师聂新言介绍，二零二二年以来，欧洲大范围采购 LNG 替代俄罗斯的管道气。 此前，欧盟超过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此后，管道气比例连降两年，现已下滑至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水平。减量部分基本由海运 LNG 进口替代。到二零二三年，价格回落，刺激中国 LNG 进口量恢复增长至七千一百三十二万吨，约九百八十四亿立方米，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六，并再次赶超日本，成为全球最大 LNG 进口国。印度则在同年成为全球第四大 LNG 进口国，仅次于中国、日本与韩国。 能源分析机构 Ardis 指出，天然气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是最可行的过渡能源，比传统的石油、煤炭更为清洁，比尚不成熟、经济性欠佳的氨和氢等新型燃料更易获得，具有灵活的贸易性和稳定性。且各国政府、公司和消费者都意识到，过快淘汰天然气或导致严重的能源短缺，反而阻碍国家发展。LNG 的供应增长集中在美国。聂新岩介绍，美国现已成为市场新增供应的主力，且主要流向较近的欧洲市场，这是近两年 LNG 贸易格局的最大变化。传统出口大国卡塔尔、澳大利亚等的固有流向变化不大。 随着美国新增液化能力陆续投产，LNG 工量将在二零二五至二零二七年间大幅增加。通常情况下，船舶运力会高于 LNG 贸易量，但高出部分会缓慢增长，而运力在二零二七至二零二八年加快释放之后，盈余水平加速或存在过剩风险。中国化石燃料何时达峰是全球航运市场的关键变量。 中信期货煤炭分析师张默涵即指出，随着主要用煤领域电力、钢铁、水泥等领域接近碳达峰，中国煤炭消费也在接近达峰状态。市场普遍预计，最早在二零二五至二零二七年，加上国内推行增储保供，二零二四年中国的煤炭进口量或将达峰，而其他经济体的进口增量很难弥补中国的减量。接下来，全球煤炭海运量或呈现顶部状态。二零二四年前七个月，因海外煤炭价格低于国内，加上有长期协议的存在，中国煤炭进口量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三，至二点九六亿吨。 在石油端，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预计，中国的石油需求预计于二零三零年前达峰，其中成品油需求预计二零二五年前即可达峰。天然气消费将在二零四零年左右达到峰值，较当前的消费水平增长约七成。铁矿石市场的航运贸易量也在逐步走高。不过，一名钢铁分析师指出，二零二三年全球海运铁矿石约十五点三亿吨的贸易量中，中国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七。但随着中国房地产业剧烈调整，全球铁矿需求接下来或整体萎缩，增长市场集中于中东、南亚与东南亚。铁矿市场的供给端最大变量在非洲的西芒杜项目。 项目最难的基建项目投资已在二零二四年七月交割完成，接下来的投建或将加速。项目预计在二零二五年逐渐投产，最终年出口高达一点二亿吨铁矿石。如以二零二三年的铁矿石海运贸易量计算，此一项目就会为全球铁矿石航运市场贡献近百分之八的增量，届时必将对航运货流产生较大影响。新一轮订单潮推手，全球对大宗能源的长期需求推升了船东定造油轮的热情，继集装箱船后，引发了新一波订单潮。据航运咨询机构 Vessel Value 数据，二零二四年一至八月，全球共成交游轮四百二十一艘。 二零二二年和二零二三年同期的成交量则分别为一百四十五艘、三百二十二艘。克莱认为，游轮更新替代需求强劲，同时目前游轮在舰船订单相对营运船队占比低，这是推动船东入场造船的主要动机。克拉克森数据显示，二零二四年初游轮订单占船队比仅为百分之七点五一，在经历几个月集中定造后，目前这一比值升至百分之十一点八七，较二零零八年高峰期的近百分之五十仍差距较大。此外，游轮作为易造成泄漏污染的敏感船型，平均船龄已达十六点三年。 王翔表示，游轮的生命周期比其他船型短，其他船型二十五年到三十年，游轮可能短五到十年。他称，在游轮领域，中国央企启动的“百船计划”就是一种对老船的更新替代。克莱也提及，俄乌冲突升级对游轮供需的影响。因俄罗斯出口原油受到更严厉的制裁，部分游轮为了承运俄油脱离合规运输市场，成为影子船队。这部分损失的运力也扩大了对游轮船队的需求。航运咨询机构劳氏海事数据库信息显示，目前全球约有六百五十艘影子游轮，其中一半部署在俄罗斯贸易中。俄乌冲突以来。 这支影子船队的规模已经增长超过一倍，全球百分之十七的海运原油由这些油轮从委内瑞拉、伊朗及俄罗斯运出。劳氏将影子油轮定义为船龄在十五年或以上、所有者不明、仅部署在受制裁的原油贸易中，并从事美国国务院于二零二零年五月发布指南中所概述的一种或多种蒙蔽性航运做法。影子油轮的大规模出现是在伊朗和委内瑞拉原油出口受到制裁后，影子船队的比例可观。 黄健称，中国一些行业外的民企老板手中握有资金，又缺少投资渠道，在俄乌冲突升级后买二手老旧船运输俄油，在市场中快速回本并获得盈利。现在这些赚了钱的民间资本膨胀起来，纷纷进场定造新船，充沛的资金推动船东加速进场。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不但影子船队可获得高额收益，在合规市场运营的船队亦享受高额租金回报。 二零二四年以来，克拉克森油轮平均收益为三点七万美元天。二零二二年和二零二三年的日均收益更分别高达三点八万、四点二万美元，而疫情前常规年份的日收益仅略高于一万美元，现在增长了近四倍。作为船队规模最大的船型，干散货船始终是新造船市场的活跃者。二零二四年以来，全球成交干散货船略超两千五百万载重吨，船舶经济机构普遍预计全年成交量或不少于五千万载重吨。新船订单部分由西非西芒杜项目推动。 六月底，西芒杜项目公司股东新加坡维利国际集团在恒沥重工定造六艘三十二点五万载重吨矿砂船，这些新船计划二零二七年后交付，将用于承运西非至中国的铝土矿。廖红龙称，西芒杜项目由宝武集团参与投资，项目二零二五年底开始投产，将为干散货市场增添大量货源，同时拉长铁矿石海运距离。为承运西芒杜货量，中原海运集团和招商轮船最近均已定造新造散货船运力，而维利国际集团亦在二手船市场大规模购入船舶。 克拉克森数据显示，该公司目前已有在瀛海甲型船五十一艘。在新的订船热潮中，市场上还因更新替代需求出现大量中小型散货船订单。 八月三十日，中原海运集团旗下中原海发六零幺八六六上海零二八六六香港接连公告，已签署四十二艘合计三百二十八万载重吨散货船建造协议，涉及新船建造总金额达一百二十七亿元。其中，委托中原海运集团旗下船厂建造二十艘散货船，委托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城西船厂建造二十二艘散货船，包括五艘六点四万载重吨、两艘八点二万载重吨以及三十五艘八万载重吨级船舶。而经历了近三年的定造热潮后，汽车运输船订单似有降温。 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三年，全球分别成交汽车运输船三十九艘、七十七艘和八十五艘。二零二四年以来已有五十一艘，不过船舶经济机构认为全年很难超过六十艘。近期，欧盟、巴西、美国、加拿大等纷纷对中国产电动车开征高额关税，中国汽车出口遇阻。汽车运输船租金自四月转跌，可运载五千辆小汽车船,船舶的日租金已从九点五万美元跌至七点零万美元，这令市场迅速转向悲观。七月的汽车运输新船成交仅一艘，集装箱船订单回升。 二零二四年六月以来，受红海危机和欧美进口货物大增影响，市场再现集装箱船定船潮。八月二十九日，中原海运集团旗下集装箱航运平台中原海控六零幺九幺九上海零幺九幺九香港宣布大规模造船计划，将在集团旗下船厂建造十二艘一点四万标准箱甲,甲醇双动力船，总造价达一百五十三点三九九亿元。半年报显示，中原海控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一百六十八点七亿元。中原海控曾在两年前的疫情期间豪掷资,资金造船。 二零二一年和二零二二年前三季度，中原海控规模净利润分别达到了惊人的八百九十二点九六亿元、九百七十二点一五亿元。异常充沛的现金流，二零二二年十月底，中原海控宣布以四百零三亿元购买港口和船舶资产，其中二百零六点三六亿元用于定造十二艘甲船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为未来布局新型运力。疫情期间，中原海控运力规模已退居达飞轮船之后，目前新船手持订单量亦不占先。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底，中远海控旗下自营集装箱船队规模五百二十七艘，总运力超过三百二十四万标准箱，在全球集装箱航运公司中位居第四，位列地中海航运在营运力规模六百零七万标准箱、马士基四百三十七万标准箱以及达菲轮船三百八十三万标准箱之后。同时，该公司手持新造船订单共计二十九艘，合计运力近五十七万标准箱，亦少于地中海航运的一百八十二万标准箱、达菲轮船的一百一十万标准箱、长荣海运的六十九万标准箱和海洋网联的六十万标准箱。 二零二四年八月初，马士基也宣布继续其二零二一年启动的船队更新计划，以保持海运业务的竞争优势。该公司称，由于船厂迅速被订单填满，船舶建造交付的时间大大增加，定造运力主要为满足二零二六年至二零三零年航运网络布局需求。此次，马士基将定造和租赁五十艘至六十艘双燃料集装箱船，总运力规模达八十万标准箱，其中约三十万标准箱将通过自有方式定造，余下五十万标准箱则,则通过定期租船协议租赁运营。 在疫情期间的超级航行情中，马士基也仅定造了二十五艘双燃料船舶，目前有五艘投入运营，二十艘仍在建造中，总运力规模为三十五万标准箱。马士基原是全球第一大集装箱航运公司，但因其近年不再追求船队规模扩张战略，目前运营船舶退居地中海航运之后，比后者大约少一百七十万标准箱，并有四十五万标准箱运力的新船在建。这一数据在前五大集装箱航运公司中居于末位。马士基在这一轮红海危机导致的集装箱海运运价上涨中获益颇丰。 二零二四年一季度，马士基取得净利二点零八亿美元，扭转二零二三年四季度的亏损局面。二季度盈利继续扩大，取得八点三三亿美元净利。近期，各家集装箱航运公司及独立船东均重拾信心，继续密集订船。地中海航运仍是新造船市场最活跃者。该公司二季度在上海外高桥造船、舟山长虹造船、江苏新韩通重工等船厂锁定船务排期，定造多达二十八艘两万标准箱级船舶。主流集装箱航运公司中，达飞轮船、海洋网联、万海航运、新加坡太平航运亦分别定造多艘大型集装箱船。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独立船东塞斯潘 c s p a n 定造新船的热情，甚至不输地中海航运。多位新造船经纪人声称，塞斯潘近期锁定了约三十艘新船的物位。Vessel Value 数据显示，二零二四年七、八月两个月，全球新造船市场共成交一百三十五艘集装箱船，而二零二四年上半年总共是四十五艘，近两月数据均值一创下二零二二年三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截至九月初，全球集装箱订单存量约为六百九十万标准箱，站在营船队比为百分之二十三。各研究机构均预估未来将有更多集装箱船订单释放。 航运公司曾在疫情下的史诗级行情中大赚，并用盈利大规模定造新船。克拉克森数据显示，二零二一年定船高峰期，全球新造船市场成交四百五十万标准箱船舶。随着海运市场回调，航运公司定造活动放缓。二零二二年和二零二三年分别成交二百七十九万、一百五十七万标准箱新船。但是，相比疫情下运力的极端短缺，此次船东定造新船的动力有所不同。 克莱认为，船东当前订购集装箱船主要是为了更替老旧船舶。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建造高峰期下水的船舶已服役超过十五年，需要更新替换。而据 DNV 了解，这些老龄船舶主机功率大，燃烧重油，不但能源效率低，更谈不上绿色。先期定造的新船正在加快交付。二零二三年，集装箱船共交付二百二十九万标准箱，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二零二四年一至八月，集装箱船交付量创历史新高，合计交付二百一十点三万标准箱，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十一。 克拉克森预估，二零二四年全年交付量有望达到创纪录的二百七十万标准箱。预计二零二五年和二零二六年，集装箱船运历年交付量将达到二百万标准箱，这一数字已是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二年平均水平的两倍。因当前的红海绕行，集装箱航运业可以快速消化下水交付的运力。克拉克森预计，二零二四年全球集装箱运力增长约百分之九，考虑红海危机影响的需求吨海里增长约百分之九点二，市场供需正好平衡。 而未来市场若回归常态，集装箱海运需求仅能维持约百分之三的低增长，那么市场可能难以消化过剩的运力。一名集装箱航运资深人士对记者说：“未来若市场低迷，不排除历史悲剧重演，包括中小航运公司被诟病或挤出，也不排除出现大中型航运公司破产的情况。”环保压力逼近，目前船舶动力主要依靠重油为燃料，而环保趋势导致换船周期提前。在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九年的航运低谷期，新船订单稀少，全球船队逐步进入老龄化。 Vessel Value 数据显示，三大船型平均年龄自2013年以来均持续上涨。集装箱平均船龄已达14.1年，创历史新高；干散货船平均船龄12.2年；油轮平均船龄16.3年。船队老龄化带来大量问题，包括不符合环保新规、维修保养费用提升、保险成本上涨以及效率降低等。法国 BV 船级社可持续发展中心经理宋丹对记者表示，随着环保政策加码，船龄相对较老的船舶面临无法满足排放要求的问题。船东要么通过较高的成本来对老旧船舶进行改造，要么就是报废这些船舶并投资建造新船。 二零二三年七月通过的国际海事组织 e m o 温室气体减排战略修订案，设定了更加清晰的脱碳战略时间表。到二零三零年，在二零零八年基础上减碳至少百分之二十，力争减少百分之三十；到二零四零年减碳至少百分之七十，力争减少百分之八十；到二零五零年前后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新修订战略目标更加严峻，相关措施正从以船舶能效管理为主的短期措施，过渡到以碳税为主的中期措施。 目前，船舶环保政策主要分为国际性和区域性政策。国际性环保政策对大多数船型都有效力，但某些区域性政策更为激进。宋丹称，区域性环保政策以欧洲最为严苛。二零二四年起，航运业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ETS） 欧盟海运燃料条例 （Fuel e m e r s i a n 预计将在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实施。这些政策都将对在欧盟水域航行船舶的排放进行监管。以 EUETS 为例，宋丹表示，船舶在欧盟水域内根据规则产生的对应排放量，通过购买欧盟碳配额 （EU） a, 来抵消，这将增加船舶运营成本。 对于经常往来欧盟水域的船舶，影响不容小觑。船东被迫遵守国际航运脱碳规则，更替过于老旧且不宜改装的船舶。克拉克森预测，二零二四年至二零三四年，全球每年新船订单预计两千一百二十七艘，合计八千零七十万总吨，其中约百分之六十五由老旧船更新需求推动。期间船舶投资需求总额预计二点三万亿美元，其中新造船投资需求约一点七万亿美元。船东越来越看重新船在未来的环保效果，并选择不同的替代燃料解决方案。 克莱表示，新造船市场替代性燃料，比如 LNG、甲醇和氨等的接受度越来越大。几年前，市场接受度不到百分之五，现在新船订单中超过百分之二十使用可替代燃料技术。单个船型对替代燃料的接受度差异较大。克莱观察到，新造集装箱船、汽车运输船及气体运输船大多选用可替代燃料技术，而在多用途等小型船舶、干散货船、游轮等领域，替代燃料利用较为滞后。这些船型未来可能以生物燃油作为绿色燃料，也将通过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 有资深人士表示，目前的船舶替代燃料除了 L N G，其他均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尤其是环保政策对船舶排放范围监管的扩大，全生命周期排放 W T W 更加剧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替代燃料的上游生产环节，产能能否满足需求，以及产品认证等都存在很多问题。近期，曾压住甲醇燃料的马士基宣布定造以 L N G 为燃料的船舶，被市场批评。克莱指出，船东目前仍在考虑燃料的可获得性和经济性。L N G 技术及供应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成熟，价格相对比较合理，而绿色甲醇价格比较昂贵。 克莱称，二零四零、二零五零年已是不远的将来。一、e、目目标非常有挑战性，必须综合考虑所有技术上的可行性解决问题。能源效率的提升也至关重要，这涵盖通过船体本身设计的优化、改进船舶营运、应用数字化工具等措施提高能源的效率，以及在船上应用风能、太阳能的新技术等，还有船上碳捕获和储存 （CCUS） 技术等。航运降碳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将转嫁给消费者。如何在技术成熟度和经济可行性之间找到平衡点至关重要。